线不停靠，落在远距离设下的决断。主要是希望给年轻人更发光发亮的舞台，因为现在社群媒体无所不在，年轻人都在社群媒体看。在这里要感谢林宥嘉跟萧敬腾两位影音导师，他们真的付出很多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